来先给你们大家杀五个那啥啊，杀五个微虚啊。老王今年年底了，为啥不啊？为啥不旷工都行？我跟你讲，我旷工是真的有事儿。一是王林找我试服装，我不能不去吧？给我做造型，我不能不去吧？啊。第二是刘洋出院，我好兄弟出院，对不对？难道挣钱为了兄弟这点感情都要磨没了吗？啊。真的，我十二月份的所有旷工都是可以解释的啊。车都撞了，我操！你们知道昨天修车花多少钱吗？昨天修车说需要把我的那个，说我那个是裂纹了，需要摘下来，然后给那个后保险杠啊拆碎了啊，拆碎了，然后重新修理啊，拆下来重新喷漆啊，好像要了我800块钱啊。嗯，没走保险啊，走保险的话，明年保费会上涨啊，或者是不打折，这时候直接修一下就行了啊。800好贵，正常喷漆加钣金也就300块钱，有的150块钱，那8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先修着，然后如果难度低的话，可以给我再降降价啊。这个队伍杀龟须真的有点佛系啊。不用疯狂音机，普通音机，仨狮驼一化声啊。维修费800，我去的不是4S店，我随便找一个街边的店啊。感谢初初七姐，哎呦我去，还得是咱龙宫的，龙宫一下干死仨啊！这规矩刷起来太爽了吧啊！这规矩刷起来欺负人啊！老王帕拉梅拉喷漆才800，这个喷漆。喷漆多少钱？好像跟车没什么关系吧啊。两星的啊，是两星的，我知道两星的。回头把队长给他们吧，让他们自己杀去啊。我负责开启任务。刚才杀那个应该是四星的吧，不像是两星的。这两星的你大概两回合就杀完了啊。给你们看龟墟的奖励到底有多高。今天有啥比赛吗？今天没啥比赛了啊！刚刚是四星，我觉得刚刚是四星，这两星杀起来明显感觉不一样，太简单了，我靠！狮子岭直接连环机吧啊！狮子岭直接连环机，宝宝 A 小怪，狮子岭直接连环机主怪啊！300斤的马甲能在这里卡红吗？当年我要变异呢，我靠！看的都心酸，哎呦我操！8300，这太简单了。这两星的话，兄弟们杀起来3回合，有多少兄弟抓鬼还得3回合呢？一下获得36万的经验啊，都不需要一宝宝，他们的宝宝都没死，我的宝宝是神兽。